OK。
首先呢，我们真的要很感谢这些辛苦执行的员警，尤其是中正一分局，他真的蛮全力配合的。虽然今天的活动出发的时候出了一点状况，那这个状况其实不是我们原来跟警方协调的时候都觉得都讲得很好，那原来依照我们的计划其实是不会有出的这么多的问题，但是在现场，我真的要呼吁陈大队长，台北市警局陈大队长，你现场来到现场之后，你并不知道我们现场是怎么协调的，那依照你到现场之后把我们所有那个游行的车队完全的阻断，造成交通的混乱，不是我们所能够控制的。原来如果说我们照我们原定计划，各位车友可以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又不影响台北市的交通的状况下，可以很圆满的来举办这个嘉年华会，结果后面这些各位车友能在无线电里面应该都有听到的，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感谢我们这些辛苦的员警，虽然有出这些插曲，所以我们还是要感谢他们。再者，谢谢各位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这个活动表达了我们的诉求，第一次修旅车吉普车大团结，以前在上一次呢是什么时候，921赈灾的时候，相信很多车友都有参与到，参与的时候各车队原来都是自发性前往灾区救援，结果呢政府到现在过河拆桥，过河拆桥的状况之下，原警又比较 不了解状况，监理单位比较验车验不过，所以今天才有这个活动。相信各位可能有很多有苦难言的，那我们待会请所有的车队长可以上来发表一下，那么谢谢。好，这个呢我刚刚讲过了，如果今天没有938呢，现在跟所有呢全台湾这些车队长，大家能够呢集合起来，真的把诉求呢讲出来，真的没人知道，大家只认为今天你玩车，你玩车就是因为你要飙车，你把车子改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你呢扰乱所有的秩序，扰乱所有的安宁，这样对吗？当社会有难，当政府需要帮忙的时候，百姓都站出来，甚至呢相关的这个刚刚特别提到921的部分，有多少人呢替我们的这个社会灾区的部分呢下去救援。所以呢大家呢在这边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我们的心声呢要把它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再来呢，我觉得就像那个龙正的刚一开始讲到的，我们除了环境整洁之外，这一次呢我们的诉求完全要合理，我们自己要理性，我们不管太阳今天到底有多热，我们今天就必须要把这个气氛要做出来，气氛要做出来，中心信仰的制度。但是你可以看到重车的部分呢，因为呢这一位呢，这个我不能讲他有意人士，但是呢他也是非常有意，但他肯做事。因为谢谢各位车友，大家辛苦了，大家辛苦，因为这么大的天气大家没受到我们的时间，宝贵的时间，而且无受到咱的家庭的生活吼，大家站出来呛声，这是绝对的必要的。所以变成吼，是不是来邀请大家，咱的这个掌声，来给咱今日自救会所有咱啊参与的同仁鼓励一下，好唔好？掌声出来，掌声鼓励一下。如果没有所有自救会的同仁，大家一起努力，今天不可能有这个活动。当然，我们的声音也不可能得到这社会这么大的回响。那我们在今天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办法让1000多部车辆都进到凯达格兰大道来表达我们的意见，表达我们的抗议。所以在这边是不是来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呼个口号，我们来反对，来表达我们的心声，好不好？好，来，大家跟着我喊哈。改装有理，改装有理，休闲无罪，休闲无罪，合法改装，合法改装，安心上路，安心上路，改装有理，改装有理，休闲无罪，休闲无罪，合法改装，合法改装，安心上路，安心上路。我们今天没有要求别的，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求我们的政府赶快制定改装车的检验标准，好不好？好。我们每个人都要当一个守法的好国民，但是当政府法令跟不上时代的时候，我们就要站出来用人民的力量要求他改变。
第二个，在整个改装检验标准还没完成之前，总共来了将近2000部车，但是只有300多部车可以进到会场。我们更希望，如果下次政府再不能够呼应我们的要求，我们绝对要办一个更大的活动，好不好？好。我们用嘉年华会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不满，当然我们也会透过这些政党的协商跟政府部门的协商协调会来完成我们整体的诉求。